弹伴奏左手应该怎么弹啊？比如说右手弹 Do Mi So 135，左手就加一个一；比如说右手弹 La Do Mi 613，左手就加一个六；比如说右手弹461啊，左手就加一个四；比如说右手弹 So Si Re 572，左手就加一个五啊。左手加的这个音呢，就是让这个和弦听起来更饱满。比如说每个和弦弹四下，你看。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是吧？你看每一个和弦弹四下，我们还可以唱我。